今天是5月12号，国际护士节，在这里呢，为依然辛勤工作在岗位上的各位护士们说一声，各位辛苦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在这个节日当中也特别想要对护士们致一份谢意的蝈蝈。今天2022年的5月12号是第111个国际护士节，而今年的主题是护士引领之声，加大护理投入，尊重护士权益，守护全球健康。无论是在日常的医疗护理，还是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、重大传染病威胁等关键时刻，广大护士临危不惧，勇往直前，救死扶伤。他们用自己的萤火之光汇聚成璀璨星河，为建设健康中国、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，不断做出新的贡献，特别感谢提灯女神和男神们。